架呢？七七七七干嘛呢？吵架？没吵架啊，我们没吵架，我们挺好的。我们主要是我们没错，我们两个在一个屋子里边直播，你们可能有点听不清啊。七七，我们两个就是在一起直播了，没有吵架啊。欢迎咱们新进来的宝子们，没有点关注的赶紧去给咱把关注点起来，已经点了关注的给咱把赞点一点啊。欢迎咱们家一匹马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说我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你都不要，你要什么？要饭吗？家人们，我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你都不要，要什么？要饭去吧。欢迎啊，把七七赶下海。那你可不快加客户纠客户纠车客户纠纷，好刺激，快看。那你要赶紧去把咱的直播间给分享出去啊，分享给你的七大姑八大姨。如果说你们在这边的话呢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没问题。行，说那个游艇的欢迎啊，欢迎咱们新进来的宝子们。七七转一下镜头啊，我37码的嘴，这个我是55码的，可不行这么说啊。把镜头转一下七七，那不得赶紧给咱们把赞点到10000吗？进来咱直播间的宝子要先赞后看，养成习惯啊。咱们播播间每个人都去给咱们把赞点一点，然后你们想要的要求，比如说我就可以把镜头转向咱们家七七啊，点到10000赞的时候，咱们就可以送出咱们珠海或者宝马二系宝马这次的一天体验啊。他们好像不洗船了，到时候可以找到他们不洗了。